再到这里宣布一次啊，没来的就没有了啊，奖品有限啊。刚刚三根黄牌出现在，有得前八名的赶快过来。刚刚参加完包五个比赛有得名的，赶快过来这边啊！不过不用带名。阿伦，你怎么没有来？阿伦，你怎么没有过来？金卡有没有过来？金卡呢？阿伦，金卡有来吗？他不说过来。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人？他迷路了。没关系，来。阿诺嘞。好，我坐。来来来，好。第一名的第一位。快要热死了。昨天天气还很凉。来看一下箱子。放一下。对，这是直播，这不是直播。直播，来。这只第一名啊，这只第一名，等一下送到我家去哈，那个四号拿回去啊。四号问见路人，第二名的，第二名，来第三名，有没有人上下？哎，江大是直播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忙上去的哦。而且现在会有录影带可以看吗？有，你等下上去点就好了。有拍到我？没有，刚没拍到你。现在有了。现在有都有。第四名的，这是 live 的。live 的。有来照相吗？哎，第一个动作。那阿姨帮你照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人生主。对啊。有没有赚钱是一回事。这样讲话听不进去。当然了，可以讲话，可以讲话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没有讲什么保育类的，我们不会饲养保育类动物的，对吧？嗯，我这样真的是值得的。这个傻杨子三个字哈，这么多人来，你看，大家都喜欢乌龟，大家都喜欢乌龟，那就乌龟养大了。对。小心点，乌龟胆小会死。我今年的东乡剩很多哦。剩很多，我都剩三只，三只啊，谢谢。哎，金卡来了，我在想说金卡跑去哪里？第七名的，我一点就到。不用拍我，不用拍我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跟他合拍。对嘛，来，哎呦，金卡哈，哦，金卡，辉哥，辉哥在看妹妹，哦，没有空理你哈，来，金卡，哎呦，奇怪了，我看阿伦，哎，阿伦怎么没有来？没来，我想说，他说太远了，来一下就走。最好是啊，最好是。啊，不能骂阿伦脏坏话，因为现在在直播中。我不知道，还 live 的。啊，都没有带回家比赛了。哎呀，金卡，你帮我多拍几张。今天那个库米没有来，帮我多拍几张照片。先找一下。啊，今天在小赖还有在谁？哦，好，你袜子脱掉了。他一直停下来拉袜子，拍照，跟彤彤拍照。好渴啊！你好渴哦！我不想拍。哎，那个妈妈带他去哪里要？橘色桶那边。杨子华去喝饮料，跟阿姨过去。嘿，你好。
直播。啊！现在你看照片了，查的来不及了。我用什么饲料给他吃？我用地瓜叶。地瓜叶。哈雷，这是直播，现在在上面的 ，live 的。然后呢？现在在上面的，而且是阿修罗，哎，好，你手上有烟，那些丢掉，我们不抽烟，我们不抽烟。来，啊，这是还没有来拿 T 恤，赶快来拿。哎，这是 live 的那个，穿啊小啊，已经有了。这样比较。这是直播，这是直播。哎，跟茉莉。跟茉莉嫂可以来，哎呀，有那个瓜牛啊，来小饼哈、啊，来。跟哈雷啊，变瘦了。哦，瘦好多、哦。对啊，明年就知道了，我跟你讲，明年就知道了。明年更瘦。已经有狗公腰了。别照，别照，别照。哎，哦，这个是老朱先生。老朱，这是老朱先生。我觉得体态很好，你刚刚还不错，我们刚他笑的，就是侏罗纪，侏罗纪公园的那个管理员，我直播，我怎么知道？打杂的，知道。扛把子，扛把子，头发先梳一下。哎，化妆师，化妆师，灯光师，灯光师，睡睡睡，我只装。睡睡睡，你先不那个，再不那个。哪个胖子没胖啊？啊，张茉莉是吗？越南风味餐，超干净。哦，有了，哦，是茉莉，哦。两个没问题。哎、啊，我们是在雷姐这里啊。来，好，好，来继续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这是来吃饼干，这是田姐，这是田姐，田姐，田姐儿，田姐，田姐吃饼干，吃饼干。这是赖福的哦，你是贴上去的，这是上去的。谢谢。好好，谢谢啊，乖。是吗？是吗？来，我们去看看的。鳄鱼来了，去看鳄鱼。二元了，那个嘞，沙西米吗？那边了，沙西米。来，这是几套？是多雷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红点大。廖小婷，来拍一下。这是直播，来直播。过来，好来哈。要找对地方。杨子哥，你一定要开直播，对，这来不及了，想躲都来不及躲。那个沙西米嘞？沙西米，直播。直播什么？直播什么？是你常做的事情呢、啊？是你常做的事情呢、啊？以前都是我看你直播，现在是我来拍你直播了。先抱一下，脏脏的 OK 吗？没关系，啊，哎，怎么有尿尿？啊，连尿尿下去了，刚我看到喷出来，在那里，小心一点。有小，就是小木炭那个旁边老板老板娘，就是直播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另外这样，他帮我们准备饮料，然后帮我们发饮料，来，在园林镇哈、哦、啊什么是吧什么工商旁边，那个园林农工，哦园林农工旁边哈、哦，对，大家支持，好，谢谢。贵先的，我都不好买了，那玩具不好买了。拍一下。哇，人这么好啊，带商业来。哟，哦，是这样，太感谢你，三男。我今天负责吃的。都是的，又有先辈。可以开吗？我可啊。哎，光光，不要谢谢你啊。哎，老师好。
善男，善男，善男哥哥跟金卡弟弟。不可能那么大啦，因为这 M 的是肥啊。阿弟弟，小狗小心一点哦，哎呀好气哦，小心一点，它跑掉了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这是个小狗，好气哦。阿金真的好天真，喂，真变态！小赖，啊，你没有带你的相机来啊？啊，你没带相机来拍？用手机就好了。是啊，这是什么知道吗？啊，我现在直播。啊、真的、啊？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不是嫂子呀？对啊，嫂子，一直都是。哎，去年好像不是这个哦，对对对对，去年好像今年的比较漂亮哦。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们有没有去喝饮料、啊？你是来喝饮料还是在那边玩？哎，还是来这边那个溜滑梯的？还是来溜滑梯？溜滑梯的。哎呀，你儿子？我怎么见的啊？对，没有没有，我刚请我朋友帮我带。对对对。想要奇怪你儿子。哎，那边有饼干，多拿一点。哎，要不要吃饼干？去。有饼干，还有那个试吃的蛋糕，多吃一点。我去直播，现在在直播。直播、哦。对，我说我们刚讲话已经被回去。啊，真的吗？大概有3000多人在听到我们讲话。啊，坐后面一点，然后头不要头前面，后面一点摸没关系。哎，后面摸，哎，对，哎，后面一点摸。哎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去摘果子喝大果果。是啊，阿展在喝什么？葡萄汁对不对？我现在直播啊。你猜我喝什么？酷比傻。猜我喝什么？啊，是白开水对不对？啊，酷比去大陆嘛，对不对？运动饮料。啊，什么饮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很、啊、很可惜啊。然后就刚好遇到。对。啊，小朋友都带来吗？有带来。啊，人呢？人金太早了呀！哦，都走不到嘞。不会啦，阿德家里啊，公园啊，我去年四下过后哈。对了，我等下把人家拐跑了。我其实我朋友帮我保护。哦，蛮好的。就是，我就是我那个我摄影朋友那个。刚刚好嘞哈，就是
红酱油香肠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刚刚好。好，我先过去那边。啊啊恶魔胖嘞，恶魔胖在那边，那边好好好，谢谢，好谢谢，在那个小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茉莉，下一个开始了吧？都变化吧？我是讲比赛比耍，直接起来合照，你不是都可以哈？三点要开始， okay, 好好对吧？啊，人家是先提早来，因为晚上容易暗，我们早点到晚上点就后面。我想讲。我想讲，差不多三四十分才开始，因为遐那边还有太阳。哦，你是咪感觉？哦，那个那个对啊，我想讲说等等好好好好。好，而且奖品爱增加，哎，两只独立的。我有些奖品没收，这个已经有点那个比赛人数不够。照相的话，等小谢来的照相。对啊，好吧，啊，对啊，啊，小谢就看伊吧，不再买了。没有，我写我哩看，我哩也看下去，对吼、哦嗯。好啊嘞，啊不，先比赛好了，先比赛好了。不行，无啊，我想看办嘞。啊啊啊！你要直播啊？对，直播来，我直播，啊，你直播我直播你。哎，那恶魔胖嘞？恶魔胖。恶魔胖，恶魔胖，恶魔胖，我在直播，恭喜哈，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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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水流利，只是重点不要拍我，一直在拍着你。你在干嘛？直播，买了哦！直播，很多人很好笑哦。你在什么？直播，啊、他就开始躲了。来，小弟弟，嗨，是那个，什么？谁想忘记了？这什么？右哥，耳朵利亚，耳朵利亚，对对对对，耳朵利亚。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嗨，哈喽，维多利亚水族馆的老板的儿子啊，女儿？儿子啦，长得很可爱啊，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女儿，嗨，泽泰，阿凯加油啊，啊，谁加油？对，或许。干嘛羡慕我今天那个？可能真的是超过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也有可能。那像他指甲这个，他走路方式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。所以他可能真的要修一下，可是这个不能用一般指甲刀修，这可能要到医院去用那种。那个牙科的，比如说，对，用锯的，或用木的，不然这个如果用指甲刀剪下去会碎掉。他们的指甲这么厚哎，你像剪下去它很硬，它可能会碎掉，而且可能会出血，所以这个最好是用木的。等一下，不然就等一下先。使用那种轮锯啊，或者是说用我们牙科那种超粗砖头，就是这样子这样。所以我们带去哪里？对，你可以带来医院去做处理。他走路姿势还不错啊，脚掌底磨合嘛，代表他走路很挺。可是不知道怎么了，应该指甲不会长成这样才对。对，应该学到后续让他一直走路。所以可能我们这次可能把它如果修掉之后，它再长出来就不会变这样了，因为这应该是之前长没有长得很好。那不错啊，这样摸是会有大变化。这个是足医师，不是海医师。因为摸水过，摸水，然后摸这海医师在。在听牌、啊，听牌。哎、欸，看不到，潘野，潘野是谁？哎、欸，不是，爸爸、哦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又有假。我这样摸是没有很明显有蛋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如果有蛋的话，真的已经形成蛋这样。如果有疑问，一样。哎、欸，那叫啥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海队。会放弃。哦，好，是我们的。我有。